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折呢？哼，我看是啊，选票，他认为马英九恐怕很危险。好，要不然大概不会这样。等一下我们会分析。其实要甲先甲大家讲这段，是因为今日来讲有蒜农讲，讲蒜头的成本一斤是25块，即马都无钱，非卖不可，所以卖11块。我要请教大家，啊，现了14块，蒜农要安怎活落去？前几天咱讨论，吼，布袋仔的做事人要安怎活落去？100斤车啊，卖8-900块。咱这几天啊，讨论是金蕉农，吼，一斤的成本10几块，结果卖无几块，安尼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所以，英民。伊都无做事啦，可能拢伫凉亭啊，较咧行棋。安尼一个月加个600，即马14000几。台湾的农民，台湾的老人，老人一个月3000，台湾的农民一个月6000，做甲要死，吼，叫热死、自杀，伊唔插哩。今日啦，今朝讲一斤2块，一直怪民进党，讲民进党咧挑拨。咱今日来个看证据，2块是啥物人讲的？今天来给大家看，好。所以啊、今天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。其实我的感觉是讲，你都有35亿，好补助花博，你要金蕉无钱，你都有35亿补助花博，你要甲老农津贴调高，你无钱，骗笑的。台湾的农民是奴才吗？好，35亿补助花博，无钱买金蕉，结果呢？中国今日讲原来买5000栋，5000栋嘛是5000万尔呢？大项都爱欠中国人情，大项都爱靠中国吗？这是台湾的经济吗？所以啊，今天啊，我们要来这个深入的分析。马总统今天说了，说我是台湾人，伊若讲台湾人都无民粹，蔡英文若讲就民粹。其实马总统，你唔通干啦，讲你是台湾人呢？有的人啊，感觉讲你嘛美国人呢，绿卡嘛无退出来呢，吼。所以今天啦，我们要来这个分析，赶快来介绍来宾啊。第一位是《前时报》周刊的总编辑吴国栋，国栋兄你好，朋友台湾好。另外呢是啊，民进党的立委也是来自屏东，吼，以关心这个啊农民的权益，吼。潘孟安潘委员，潘委员你好，朋友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詹梅大家会记得，陈武雄主委打电话进来，说有跟屏东的这个香蕉农啊打电话去潘孟安委员的办公室抗议，那到底有没有？他今天来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这个跟他请教。另外呢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徐永明徐老师，徐老师你好，主持人大家好，好，以及啊、政治记者钟连煌，连煌你好，红衣高不用钱，大家好。另外呢是台北大学工程系的副教授侯汉军，侯老师，侯老师你好，洪毅好，大家好，好，以及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助理研究员何波文，波文你好，大家们，大家好。那么首先呢、啊，我们要来看，好，我们要来看，请大家仔细看，昨天晚上农委会主委陈武雄啊、这个 call in 进来，他一直强调，唔通讲2块啦，无迄个2块的啦，无迄个2块的啦，安尼顶多害到农民啦。好，无2块的吗？2块的不是民进党讲的哦，2块是蕉农去跟马总统陈情的时候说的、哦。证据在哪里？等一下我们来看。来，我们先来看VCR。今嘛夏天的香蕉价钱拢较低，但是无迄个2块、3块的。啊，其他农民哦。因为拜托，那咱大家有时间去，一日咱山地去甲行行，农民真反感。伊讲哦，你一直讲2块、3块，你嘛连恁的金蕉的卖顺一寡番啊，他讲诶，啊你唔是讲2块、3块啊，然后你要卖我6块，卖我7块、8块，颠倒造成因的困扰。所以，我们了咱即马夏季吼、哦，日本交袂出去，啊国内呢，因为大家啊食金蕉。金蕉较无水分，所以夏季较无食，所以这个是每年吼、哦，这个差不多是到5、6月时阵，拢是
当年价格最低的，啊，这点不是不对，哦，但是绝对拜托大家哦，唔通讲今朝俗讲两三个，安尼吼，大家要照顾农民，颠倒害死农民。你即卖怪别人讲，唔好讲今朝俗，大家卖不出去。你家己一个配套措施，但是哦，你家己做官啦，你家己做官，你今，我做请教你，但最你要哪钱，我请教你一下。你但是无影讲两块，啊，但是即摆你讲的金蕉甲木瓜，有影是夏季的时这两项拢较低，这我无否认啊。哦，啊我嘛真老实啊，这个批发价十块，我唔是写十块啊。啊，批发价当然是比产地价都高，反安尼是。啊，我阁想问你哦，注意，这十块有够农民的成本无？批发价十块有够农民的成本无？但是无了两块，啊，刷到。再刷到阮遮，你讲啊，拜托个啊，唔通阁讲介绍遐低，吼啊，农民伊就感觉真难咯，唔信哦，咱大家用个来选择看卖。好啊，这个陈武雄、陈祖伟昨天晚上call in进来讲，唔通阁讲两块，无迄个两块的啦，迄唔是事实啦，这代志让农民真反感，颠倒去害着农民啦。哦，屏东的农民阁call in去，阁直卡电话。去这个潘孟安委员的办公室抗议啦！潘水哦，来陈主委，拜托，我相信你赢一点看电视。这是2011年7月10号的《联合报》，请大家看《联合报》A4 要文版。马总统4年前下乡去 long stay， 认识400多名民间友人家庭，昨天跟老朋友们见面，在草屯镇台湾公益研究所席开38桌。席间，农民诉苦，抱怨今年香蕉、凤梨价格低迷，香蕉一公斤成本10块，中盘商交易只有2块，卖就是赔，日子快过不下去了。哇，这个政客，咱个看，接着做 Now News 今日新闻网，他说马总统。跟这个民间友人参叙，其中有蕉农借机向他陈情，表示最近产地收购价过低，多低呢？讲啊，这个金蕉一公斤成本10块，中盘商交易价格只有2块，等于卖多少赔多少。而木瓜情况更严重，一公斤成本20块，价钱只有3块。这个啥？连旺上讲诶。蕉农讲的啊，南投的蕉农讲的啊。那请问南投的蕉农讲的跟屏东的蕉农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嗯，赶快，你不能讲说陈武雄，你在你最好今天再call in进来讲说，那是南投的蕉农，不是屏东的蕉农。哎，你怪民进党，在那里是怪。